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鱼王龙哥。最近很少出来抓鱼了，现在天气下完雨有点好，所以今天出来抓鱼了。最近买了一个新装备，不锈钢网，还有一双涉水鞋，不错。好了好了，现在马上去抓鱼。这里是一大堆石头，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收获。走了。下水下水，这里的水也是很清澈的。那个，哦，已经抓到一条灭鱼的条长钉，嗯，长钉吻吸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先收了收了收了。现在是中午两点钟，要防一下晒，不然多久又被晒伤了。继续往前走，这里帮兵咯。你个人我的把面的木啊，哎，找到一条王纯，看一下，王纯小虾子，喂，好，上没有？嗯，可以啊，收了收了收了，嗯，这条把面好鬼大条啊，好了，这个是我上次快买的，是一条手竿吧，有3.6米，现在装上去。玩一下，看看它，看看能不能钓到。之前买了100块那个乌鸦，到不了，不会玩。所以今天买个手竿试一下。好，嗯，到水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放一点诱饵给他们看一下。秋多去买蛇吧，那天。好了好了，发现有一些银鲟，有一些长鳍蜡，还有一些是小船，好像放下去看一下。这个是我的诱饵。好了好了，你看我们的波波都中暑了，他在这里降温。我准备泡一个波波。好了，看看今天的收获，黑鱼一条，黑鱼一条。然后的话，这里有罗非一对，好像看不清楚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。走了走了，完了完了，回家了回家了。